欢迎收看《大时代我小很》，今天是9月21号，礼拜一。今天台股是跌了哈，那今天是开高走低，杀尾盘。老师，这个盘为什么13000都上不去？这个问题哈，可能有很多因素啦，有国际的，有国内的。那跟其实跟你的个股的操作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没有一定的正相关啦。我这样讲，你不知道听得懂听不懂啊？哈，指数的问题就放在全指股上面，你观察就可以了。那个股的问题，好像才是影响到你该买进做多，还是说该卖出，甚至做空。那是老师，那今天开高走低，那这个盘真的不好做。我说还好吧，今天还有50几档的股票收盘锁涨停。应该也还 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特别给你写嘛，怎样最妥当嘛，透懂的嘛，但是不是温雅哦，透懂。什么叫做透懂？风险最小的情况下，我的获利的机会最高，这样叫做透懂。而不是获利的机会很高，风险也很高，那就不对了嘛。我以前念政大，我是念风险管理的，所以怎么样是最透懂的嘛？你要的是这个嘛？那不然你要什么？今天台积电开盘拉上去，涨了6块钱，收盘跌4块钱，那、啊、这样来回就差10块钱啊？请问一下，啊、你上礼拜跟着除息，你有填息吗？也没有啊，也是贴息啊。那不就好棒棒？啊，每个人都给你推荐台积电，你要存股，40-50块、50-60块的台积电你不去存股，对不对？400-500块了，你在这边存股，谁会赢？脚头无响，你都知道谁会赢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50-60块？那是荷兰飞利浦在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去买？不是货。对不对？你不知道后来会这样啊，你不知道后来会涨这么多嘛，一样的道理嘛。我之前大力光还没有涨到4000多块的时候，我还带会员买过800多块的大力光，没有很多哦，900多块就卖掉了。我怎么知道它会涨到4000、5000？对不对？可是你总不能拿那个时候的图卡一直讲、一直讲、一直讲，讲到现在4000-5000了还不要脸的继续讲，这样子做对吗？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把策略你定好，这个时间点运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最妥当的，你要去拿捏好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很高的把握，那你就压少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不要有300万资金，然后300万每次动不动就show hand，对不对？该show hand的时候不show hand，然后不该show hand的时候就show hand了，然后套牢。当然了，你套牢我们才有生意做啦。你了解意思不？可是我们很不愿意去帮你去处理那些有的没有的，因为一处理掉要换股，你就赔钱，然后客户就会心情不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怎么做？老师啊，今天没有涨停板啊！老师啊，你上礼拜五好厉害，礼拜五涨停板啊，今天怎么没有涨停板啊？老师啊，今天没有涨停板，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啊，老师啊，明天如果涨停板的话，后天会不会涨停板？啊，老师啊，什么时候会来1000块？啊，老师什么时候500啦？不要说1000啦。你觉得我需要回应这些吗？你觉得我们公司的助理需要回应这个什么？这些无聊，而且整天就是那种，我不知道那种心态是什么。你明明知道我们推荐的时候是130、140。可是你又明明看到前上礼拜涨到300多了，然后稍微回档一下，然后你还在那边叽叽车车叽叽车车。那为什么要叽叽车车呢？因为你害怕是这个时候如果你介入的话，后面是不是真的还会涨5倍再涨10倍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必须得很理性的告诉你，如果后面真的涨5倍10倍，
你今天买260或是买250有差吗？你看的是后面的10倍或是5倍、20倍，你会很 care 说今天买的是250，你现在介入的成本是250还是260，有差吗？那如果你看不通我在讲什么的话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种人你不要来找我嘛，你就不是要干大事的。我一直跟你讲，到底如果要成功的话，它值多少钱？你有没有一个数字的观念？你有没有一个财务报表的理念基础？完全很多散户完全都没有概念的，他就说啊，会起才是真的啦。啊，有涨停板给我看哦，我较相信啦。哦，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啊，你安怎安怎安怎啊？啊，如果没有涨停，就说阮乌鲁无侪乱乱讲啦。都这样啊，都是这种心态嘛。那其实很多朋友你自己看节目也知道，从7月1号到今天9月21号了，都讲了快3个月了，你还不知道是哪一支哦？你有蠢到这个程度吗？没有嘛。那你觉得谁会是最大的赢家？对不对？如果成功了，他只是要涨一倍吗？我不是跟你举例过了吗？这不是我打的新闻稿，对不对？那你很多人他会说，老师啊，我跟你说吼，你看那个合一啦吼。啊，合一那当初那个吼，它是这样涨的啊。我是说，那我就跟你讲嘛，你想知道第一阶段会涨到哪边，你打个电话问我们，因为它后面吼，如果整理一下，整理完还会有第二阶段，那再整理一下，还有一个第三阶段，所以它股票不会一天涨上去，不会今天哦看到200多，明天看到3000多，不会嘛，因为我们是美国市场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涨跌没有限制的、啊，但是你要去想。现在目前生技股的股王是合一嘛？那合一他做了什么药成功？他做的就是糖尿病那个足溃疡的那个药嘛，有没有错？都有那个市场，而且真的会救到很多病人。可是我告诉你，我看好了这一档股票，它是要救人命的，它不是要救一个糖尿病溃疡哎，你懂我意思哦？一个是治病而已，一个是救命的啦。我问你哪一个比较厉害？这样讲也许你就还是听不懂，很多人还是说有差吗？难不成要老师讲说哦，万一台湾大爆发你就有差了？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当然不希望疫情延烧到台湾内部，所以你一定要去想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这档合一涨到400多之后，就现在最近整理上来，又要冲出去了呢。你知道外资为什么一直买？他没事干嘛一直买？对不对？那很简单啦、啊。那、啊、你说老师，那礼拜五涨停板，外资也卖我们的股票，投信也卖我们的股票。哎，对啊，法人都卖哦。那他还是涨停板。那我问你，是不是股票全部被人家拿走了？是不是被更大咖的收走，这股票才会涨停板？其实这一点点道理，很多观众朋友还是听不懂的话，那你要我讲什么？对不对？这个市场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。你觉得法人很大吗？可是在这个供需的状况下去，法人也只是小鱼而已啊，他也是被大鱼吃掉。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我在讲什么、哦、那你说老师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？我说到时候你就仔细看嘛，反正跟随我们的我们就好好把握，不跟随我们的只是在那边嘿嘿叫，或者是说只是蹭一蹭小道消息啊，要么蹭蹭一些什么、哦、你们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什么的，那个我就不回应你了、哦、毕竟这是公开节目。那、啊、你说老师那最近股票可不可以做？有啊，可以做啊，你敢不敢买？这个华冠啊，你敢不敢买？12345678999九只啊，你敢不敢买？来啊，6289这你敢不敢买？
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打下来，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一块你敢买吗？这一块多你敢买吗？五块多了啦。怎么会没有行情？有啊。那为什么这些股票会这样涨？你要仔细去看哦。如果你还是跟着那些什么财经名嘴啊，什么名师啊，还在那边看说，哦，台积电现在可不可以投资？联发科可不可以投资？那我告诉你，你绝对不会去看这种股票。啊，这种股票发大财，又开始发大财了，发大财啊！你知道为什么涨？那就是它就是低价嘛，它就是低价啊。所以你要去锁定什么？锁定一些低价，大家还没看到它的未来，甚至说还没有注意到它，可是它有那个气势在酝酿的这种股票，你要开始锁定了，而且最好业绩有上来，对不对？我说今天有灰跌啊，有灰跌，对啊，我们就买在31块多啊，有灰跌啊，我知道啊，有灰今天没有涨啊，可是我看的是什么？它的净值在38块，对不对？那这几天大家都在讲旺九，对不对？讲完以后这两天没有涨停板了，大家又不讲了。那你仔细看我怎么看的，你看哦，旺九14块6涨上来了，这我推荐的啦，好，没错啦，哈，很神奇哦，14块6我在推荐的时候你不买，法人也都不买，你到礼拜五看到25块5的时候，投信进来了，投信买100多张，他进来了，哎，涨这一段能整戏啊，对啊，哎，14五块买卖，买2五块，他为什么25块才买？哎，对啊，那就是问题又回到你身上嘛。哎，14、15块不买，25块才在买，法人也没有很厉害啊，他也是在看嘛。哦，这个量价配合对不对？哦，那我再去访问一下公司，看是不是有什么题材，他才可以进去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像你现在也不是很认同啊，说老师，那你这样子讲的话，那到底情况是怎么样？情况就是哦，买在这里的最厉害啦，我在这里给你推荐了，我才是第一个最厉害的人。当他还没有大涨之前，我就先推荐给你了。那你要跟的老师就是这一种低档敢给你推荐那个还没涨的股票，不是哦，推荐那个涨很多的股票再买在天上啊，然后开始一震荡你就受不了了。也许我这样讲你还是听不懂哦。啊，也许你听得懂，可是你会假装听不懂，那问题就很大了。好，问题就很大了，因为你不能说所有的观众都认同我的讲法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是要少数尊重多数啊。为什么？市场不到 10% 的人是赢的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是少数的赢家，我们一定要是尊重大家嘛。这个 90% 是输家，我们尊重你们，你可以不来认同我们，我们是属于少数的。哦，你不要来认同我们没有关系。好，啊，你自己玩，自己恶搞，反正 90% 是输家嘛。这不是我讲的，统计学也都是这样出来的嘛。哦，你仔细听我讲什么哈？最厉害的是在第一档还没有涨之前给你推荐的人，那才是值得你跟随的人，而不是涨一大段之后你法人才去认同，法人才去买。当然他买了以后可能之后还会再涨，但是你要去看哦，一档股票涨升的过程中你要买25块还是买14块，那你买25块有赚，那请问一下买14块的是不是赚更多？你是要赚更多还是赚一点点，然后承受莫大的风险？哦，这个问题就回到我的侧标，怎么样做才是最妥当？哦，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了哈，有需要的你把电话拨通，我们先进广告再回到现场去。
情时代，掌握时代的脉动，洞悉市场操盘手法，您才能掌握先机，出奇制胜。1888专案让您一次拥有双重的服务，创造无限的获利。操盘专线02-8511-3366，02-8511-3366。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，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。静心思考，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帮您避开投资陷阱，制胜关键。鼎业专业操盘团队为您掌握。鼎业投顾02-8511-3366。使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公德心。这个小姐说的没错，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，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。使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。应该要像我这样，随手丢入垃圾桶。那口罩可以回收吗？用过的口罩不是资源回收物哦。随意丢弃口罩，可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告发，处以1200-6000元罚锾。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。欢迎您再回到现场，投顾的朋友，这指数我在这边做震荡啦，你不要太过于紧张啊。上礼拜五欧美股市都是跌的，那很多人说是因为什么四乌日啊，或是怎么样？我跟你说那个都是一时的。那整个趋势走到这边只要 FED 继续印钱的话，印钞就是了，所以这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啊。你说现在会不会大跌或是什么的？基本上就听听就好了，那害怕的话你就少做一点嘛，但是我不认为说这边是一个做空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啦，就是给你参考了。那说老师啊，那个全世界现在疫情又开始起来了，那到底每天都30几万人，那每天都在创历史新高，那到底是怎样？就是说你像这一波疫情走到现在也没有要结束的状况啦。那当然2月、3月份大跌之后你就看到涨最多的就是那些防疫股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做口罩的啦，做布织布的啦，做一些什么相关的防护衣啦，呼吸器啦，甚至体温计也都涨得不错。可是你要去想第二波的疫情走到这边应该怎么做，是要涨那个研发疫苗出来的呢，还是要涨那个特效药的？像我是看的是看有没有办法找到特效药，那特效药如果出来的话就不用怕它了嘛，口罩也不用戴啦。为什么中的话特效药给加下去就没事了嘛。好，我是比较干脆的一种人啦，所以我会觉得说我会朝这个方向去布局。所以我7月1号开始推荐说我们看好一家公司，叫做我就把它当作它是新冠肺炎的未来的克星嘛。所以你也可以认同我，你可以不认同我，当然你会觉得说老师啊，我觉得他现在这个估值太高，然后其实我是很想回你一个真实的想法，就是你知道个屁，其他的我也不是很想跟你多讲，因为做人做事就是这样，盖棺论定啦，其他的都不要跟我讲那些啦啊。其他的部分就是说，你不要说，老师啊，我觉得你怎么样 啊你可不可以不要像讲的很激烈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批评民进党啊怎么样？我每年缴那么多税，我讲两句话不行吗？我是一个老百姓，那你要不然怎样公审我，是不是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老百姓，你也可以讲话嘛，是不是这样讲的？华讯
上礼拜五跟你讲，爆量不是好事啊，不是好事，你还要去做，那就是恭喜你套牢嘛。啊，不然今天怎么会跌嘛？你告诉我，今天为什么跌？爆量不是好事嘛？周转率周转到 65%， 什么叫做周转率？这家公司的 65% 的股东拿出来买卖一次啊。安吉也是啊，周转率还 96%， 太夸张了啊！不是最高点啊，不然什么是最高点？什么叫做量价不会同时到顶啊？请问一下，这一天出现 96% 的周转率之后，是不是一直在盘跌？怎么会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？你就是完全学了错的东西嘛。量价不会同时到顶，那是指指数的关系，因为指数它是代表上市上柜1700多只股票，可是个股的话很容易量价同时到顶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刚刚举出来就是全部都是铁证的，所以你很多东西不能事情都看一半了，选择你想要听的来听，然后整天在那边说，哎呦啊，老师我跟你说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认真看的话，认真研究的话，股票市场可以让你赚很多钱。可是问题就是很多人是很懒的，他不做功课的，对不对？跟你讲，有些股票、哦、IC 设计他减资出来会涨，对不对、啊、稍微震荡一下说老师怎么样，你哦每天涨停板你也不满意、啊、就是每天都欲求不满，对不对、啊、人就是这样嘛、啊、为什么你欲求不满？有欠嘛，对，欠很多嘛，对，我有客户还这样回我，有啦，有欠，欠很多啊，你有欠啊，老师都没欠啊，你赚那多钱啊，不要分一些 做老师的会员做会费哦，你都感觉你有欠而已，我都没欠，对不对？人同此心嘛，大家一起来共谋一个双赢的模式来合作，不是很好吗？对不对？花个几万块参加会员而已，没有什么很严重的嘛，不要总不会每次都是让人家免费帮你服务吧？现在是怎样？我是可以去领救济金，是不是？我们家的助理都可以去领救济金，是不是？通通不用靠会员朋友你们贡献的会费，都是可以去领救济金的，对？不可能嘛！所以大家麻烦你们哦，有时候哦，不要说。稍微助理跟你推销一下说、哦、来参加会员，然后你们就在那边唧唧歪歪说怎么这样啊怎么样、欸、股票都赚你、哦、这两礼拜就赚十几停板了啊，不然你是要怎样，这样你又没要跌，不然你要跌怎样，对不对？每个人在那边嘴巴开开等投胎，对不对？然后要不然就来套消息，有很多很坏啊，都是别家投顾打来假装客户来套消息的，那我还不想讲、哦、有些股票为什么会这样走啊？为什么你不是先知先觉者？奇怪啊，我都有图卡都有证据，你为什么都不会买在起涨点啊？都一定要涨上去的才跟法人一样去这口口接，然后人家现在要休息了，对不对啊？都休息了你才要来认同，这刚不是这起了34块你现在落来刚好而已，对不对？啊、这不是忘记啊，14.6，对吧？哪有如果，只有后果跟结果、啊。该买的时候你就要买，对不对？你像我今天买微生，我看它突破啦、啊，盘中就突破啦、啊，突破压回我赶快买啊，结果收盘还是更低。哎，我告诉你哦，依照这种惯例的话，阿贤老师会讲，依照隔壁老师那种惯例就是。哦，买了套牢，那就不要讲了。你看你是不是跟到那种老师？那你要去看嘛，这边买风险高不高嘛？不对，停损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去评估啊，我们做专业的评估啊，对不对？不会每一只给你推荐，每一只都十只涨停板，不可能啊，你懂不懂？不可能。你像今天有一些股票在涨，你看立位啊，我随便打，你看立位在涨停板。他也是整理完之后才拉上，请问一下他基本面好不好？你去看一下他基本面好不好？他基本面不好，还涨停板，代表什么？资金进来了。
对不对？所以我跟你讲嘛，资金进来了以后就涨了嘛，就会过高嘛。未来就是要大赚钱，未来就是要大赚钱。祝你大赚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